好多人都鍾意影即影即有嘅。呢部 Lomo Instant Automatic Glass 可以令你影到有 Lomo 效果嘅即影即有啊！配埋 Splitzer 影像分割器，可以有好多玩法噶。即刻睇下唔同款嘅女仔会点样攞佢嚟自拍啦！同 Jason 一样手唔够长嘅朋友，可以用 38mm 广角镜，咁就唔使担心要影头顶上面嘅花樽，定还是要影十几个人啦。如果好似想 Alison 咁影一个细嘅物件，即刻转翻个 close up 镜，咁就冇问题啦。如果环境太暗唔够光都唔使惊，因为你可以用 4.5 大光圈影，又或者系用闪灯影都一样得噶。而呢一部机最好玩嘅地方咧，就系佢可以多重曝光，系一个好好嘅机会，可以俾你发挥创意啊！配埋呢个 Splitzer 影像分割器，就可以拣到要 Jace 嘅上半块面，同埋 Alison 嘅下半块面。哇，咁搞法，想睇下同男朋友生出嚟个仔会系咩样都可以度一度喎。